了现在，想双哑巴吧。怎么，演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了？哎，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，老穆？从你第一句叫我老穆的时候，你不知道阿尔法所有的机器人都没有办法发出老穆这个词汇，我从 AI 逻辑中把这个词删了。看来你真的挺不喜欢这个名字的，老穆。我只是不喜欢这种毫不严谨的做派，自由散漫，肆意妄为，不受约束。
是跟谁学的？我早就说，你这人谈起理论一套一套的，一开玩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
要实行实验，很快就被不明的目标锁定了。对方是谁？侦测不到信息源头的家伙，但是他们很容易就黑掉了我的赛车芯片中枢，我的赛车当场就失控了。众所周知，阿尔法的芯片中枢没有那么容易被攻破吧？但在他们面前，防火墙就像纸一样，而且攻破防火墙的时候几乎不留痕迹。如果不是这种情景下听到的，我会以为你又在讲你蹩脚的笑话。